接上说，只知道我不喜欢你。哦，我心里很舒服，我很舒服，我想跟你继续相爱相恋，我不希望两期结束。你放开那个，我没有，我很幸运，我现在是假戏真做，把自己当女人了。我想继续扮演这个角色，我不想受你的角色，其实我已经无法受你了，因为我最喜欢你。好，看现场来看一段啊！不知道下次还做什么？还失望？有相对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的青年台词就说：“请来参加。”我都说我想换男朋友，得找拍啊！已经结束了，恭喜薇薇，谢谢。